上面体验到的。那我们这一天呢，在这边游览呢，都没有时差，都是在一个同都在同一个时区里面，就是中西欧的时区，跟台湾目前因为现在夏天，跟台湾的相差六个小时，我们现在呢就来领行李啊，那各位的行李收据都还在吗？对了，一趟就上了。